回来了。父亲母亲，嗯，弟弟没有考中啊，正榜没有，没有。那副榜呢？天赐啊，乡试不中也是平常的事，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砺。再下一番苦功，明年再考啊。是我命运不济，错以良驹为驽马，遇上这种糊涂虫做考官。天赐，天赐，不能反躬自省，反倒怨天尤人，这哪堪大才之用啊。天赐身上有些不良习气，虽说不上是纨绔子弟，可总不如他哥哥仁爱厚道。平日里不懂得修德惜福，连落榜这么一点挫折都经受不住，长此以往如何能长进呢？我没有良田美宅留给他们，只能把自己平生立命求福的体会写出来，以传给后世子孙呐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听先生说你的学业很有长进，可是自从你父亲辞世以后，家里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，你还是该学医吧。学医可以养家，可以济人，医术高超还可以造福乡里，这可是你父亲生前的夙愿呢。啊，明日还要进山，还不早些睡？唱完这段就去睡，我答应人家三日后还书。
那年我15岁，巧遇了孔先生。看你的相貌，应该是仕途中人，明年即可进学，为何不读书啊？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定数的，一个人的祸福前程都是天定的，投身仕途是你命中注定的，你不可以不知不察呀。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免贵必姓孔，我乃云南人士，自幼得了黄鸡神术的真传，可以推算天地万物以及人生的运数。看来这本从宋朝邵康节传下来的黄鸡经世书暗数何该传给你了。既然这样，就留他多住几日，好好的款待。抽空请他起课，看他是否算得准。孔爷，我屡试不第，年仅50，却一览七下五指，我想请那位老神仙给我算算，此生有无出头之日。既是读书人，请写一字。此乃是个棋字，棋分两种，棋下有实者是围棋之棋，棋下有物者是象棋之棋，先生所写乃是象棋之棋。这有什么分别吗？围棋落子为空是越下越多，象棋吃子宾杀是越下越少。老先生世家如同这象棋，初时还有兴旺之气，后来却越来越疏落，由此看来，先生家中人丁并不兴旺。请问我家相谱还能传下去吗？请再写一字。起诉讲究一个诚字，老朽直言相告，请不要见怪。请先生直言不讳。此乃是个五字，五字拆开来看，是一个义字加一个止字。义左天人是为代，所谓一代无人到此止，到您这一代则不再新传。多有得罪，得罪。成交，成交。告辞，告辞。后来，孔先生为我起诉，他算我第二年县考同生得第14名，府考第71名，提学考呢
则是第九名。他真能把每一个名次都算得如此精准吗？母亲，我考中了。好好好，这次中了第几名啊？果然被孔老先生算中，此次体学考试中第九名。老先生真是灵验呐。孔先生术数神通，我们母子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老先生能否应允。老朽与令郎是忘年之交，缘分微浅，您不必客气。来，先谢过先生。夫人可是想与他卜算终身修旧？正是。老朽从命。孔先生又为我起诉了，他算我某年应考第几，某年当补理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上任三年半即告归。啊，还算我53岁8月14日丑时当寿终正寝。他还说，只可惜我这一生都没有子嗣啊。父亲，这不是算错了吗？我和哥哥可都是您亲生的儿子。孔先生回南方去了，自此以后凡遇考教，每一次名数的先后都不出孔先生的定算。然有一件事情有差，他算我10厘米91尺5斗后当车贡，可那年我10厘米刚到71尺，途宗师即批准我不为贡生。我开始怀疑孔先生的算术了。上了贡生是喜事，为何反倒忧心忡忡呢？孔先生算我10厘米至91尺5斗才可以出贡，可是为什么蒲宗师现在就准我补贡了呢？孔先生算你能出贡定是准的，还在乎那10几尺0米吗？孔先生的算术向来是丝毫不差的，他算我科考说第几名就是第几名，没有一次错过的。不想屠宗师告病回乡后，我补贡之事果然被署印阳公驳退，直至丁卯年殷秋明宗师看到我的备卷，赞叹道：哎呀，五策即五篇奏议也，岂可使薄洽烟冠之如老一窗下乎？于是他命县里重新申报，主我为贡。这样连前面所示厘米共计正好是91尺5斗啊。从此我日益相信人生在世，那真是进退有命，持速有时啊。孔先生传授的黄极神术如此灵验，父亲是否也曾钻研修习过，也能逆料如神吗？哎，既然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算或不算，查或不查，又有什么分别啊？啊，从此以后我是万念俱灰，淡然无求了。
这个袁坤也来国学一年多了，整日不读书也不撰文，只是这样呆坐，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。他是何方贡生啊？江苏嘉善县。既是南方贡生，索性让他回南庸就读算了。是。几四年我离京南归，未及入见，先往西夏山中拜访云谷会禅师。我与云谷禅师对坐一室，三昼夜未曾瞑目。袁施主，凡人所以不能成为圣人，只是因为被妄念相缠。你我静坐三天三夜，不见你起一个妄念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我平生命运早已被人算定，荣辱生死皆有定数，即使要妄想，亦无可妄想。我以为你是一个豪杰，原来只是一个凡夫啊。禅师此话怎么讲？凡人未能达到无心，无心就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外面不会被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所诱惑，内心不起贪嗔痴欲的妄念，达不到这个境界，终为阴阳所束缚，不能超越阴阳五行数理的范围，安得无数。但是唯有平凡的人有定数，那极善之人数就居他不定，而极恶之人数也拘束他不定。你二十年来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丝一毫，这不是凡夫又是什么呢？难道这命中定数是可以逃得过的吗？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我们佛教经典当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这些都是事实。妄语是佛家的大戒，诸佛菩萨怎么会说假话去欺骗人呢？可是孟子曰，求则得之，这是说追求应在自己内心，道德仁义是心中本有，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乃身外之物，如何求得到呢？孟子之言没有错，是你错解了。你没有看见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中所说，一切福田
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只要能回头向自己内心里面去求，内心有感，外面自然有应，感应道交，没有不通的。那就不是只得道德仁义，也可以得到外面的功名富贵，内外双得。这样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才真正有利益，真正能够得到。若不能反过来向内心去反省，而只有向外面去攀援追求，这样求之固然有很多方法门道，而能够得到的还是原来命中有的，并不是求来的。命中没有的还是求不到，内外双失，内心失去道德仁义，外面失去功名富贵，不从内心去求，所以没有利益。我把孔先生为我推算的命数向银谷禅师如实禀报，禅师便问我，你觉得自己应该得功名，应该有子嗣吗？不应该。为什么不应该呢？科第中人都是有福相的，而我福薄，又不能积功德及善行，培养后福的根基，而且不耐烦聚，不能容人，识货自尊自大，以才智盖人，轻言妄谈，直心直行，凡此种种皆是无福之相，又怎么能有科第功名呢？那怎么不应该有儿子呢？所谓地之晦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，我有洁癖，这是我没有子嗣的第一个原因。和气能御万物，而我善弄，这是原因之二。仁爱乃生生之本，一味忍心是不育之根。我常常吝惜自己的名节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这是原因之三。多言好气是其四，我又好饮酒，以至于消散精气，是我无子的原因之五。又好彻夜长坐，不懂得保养元气元神，这是原因之六。其余的过错尚多，不能悉数。生儿子，有修百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百世的孝子贤孙来保持他的家道不衰；有修十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十世的孝子贤孙保住他的家道；有修三世二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三世二世的子孙来保持他的家道。那个没有后代的，或者出了不孝子孙的，那是没有修福，福德很薄的缘故。不为科第这种事情，世间能够享受千金之财的人，一定是千金的人物；能够享受百金之财产的人，一定是百金的人物。应该饿死的，一定是饿死的人物。天道只不过因为其才而顺其自然。几时曾经加千毫的意思在上面？你如今既然知道自己福薄与没有儿子的原因，从今以后
尽情把他改过洗刷，把一向不登科第没儿子的原因做一个大的改变。务必要积功累德，务必要包容别人的过失，务必要爱惜自己的精神。从前种种的过失，譬如昨日死，从今以后种种改过自新，譬如今日之再生，这就是义理再生之身。血肉之身尚然有个数理在，义理之身岂不能以感革天然之道？太甲曰：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诗经上说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孔先生算你不能登科第，不能生子女，这是天作之孽，犹可得而为之。你如今扩充德性，努力行善事，多积累阴德，这是自己所造之福，哪里会有不享福报的道理呢？易经为君子说，谋求趋吉避凶之道，能改过迁善，自然逢凶化吉。若言天命有常，不能改变，吉如何可趋向？凶又何以可避免？开章第一义便说：吉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你相信得到吗？禅师所言，元皇深信不疑。你若能一心向善，谦虚改过，努力修德，何愁功名不立，不得子嗣呢？福禄家说：不会画符被鬼神笑，这个当中有一个秘传，只是不动念头而已。在执笔画符之前，先要把万缘放下，内心一念不生，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，未知浑沌开机，从此一笔灰尘，这道符便灵验。凡事起天立命，都要从无私无虑处去感革。孟子谈论立命之学，他说：妖兽不二。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，夭折与长寿这是两桩事情，是至二，是两个不同的极端。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，什么是夭折，什么是长寿，这就说明外面这一切差别对立的现象，都是从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所生起。若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一切的差别对立都不存在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立自己的命运，转变自己的命运，都得要从这个地方做起。风欠不二可以立贫富之命，妖兽不二可以立生死之命。人生在世，唯有生死最为大事，所以说讲到妖兽，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大事。如是，则一切顺逆的境界也全都包括尽了。修身以四之，修就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这就叫修。四就是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等待，
不能有一丝一毫觊觎非分之妄念，不能有一丝一毫将迎攀援的妄心。如果有这些妄念起来，皆应当把它斩除断绝掉。修学如果达到这个地位，直接造入先天清净的境界，这便是真实的学问。这是功过格，你可以带回去看看，以此修行。每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善则计数，过则退出。比如你一天中做了十件善事，也做了九件恶事，十扣掉九，就剩下一善，这样记录累积你的善行。弟子谨受教。你还不能做到无心，我教你持准提咒，用持咒的方法达到一心不乱。咒语每天都要持诵，行住坐卧都不要忘记。你持到持而不持，不持而持，持到纯熟，起心动念自然就是咒语，没有妄念，念到妄念不动，这个时候就灵验了。来，我教你念。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他子陀，唵舍利主利准提娑婆诃。南无萨多喃三藐三菩提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把自己原来的别号学海改为了凡，以表示觉悟到立命之说，再也不愿落入凡夫的窠臼。我虽然发愿行善，但行意未纯，反省之下多有失误啊，要么是见善而行之不勇，要么是救人而心常自疑，或者勉强为善但口有过言，或者是醒时操持而酒后放逸。以过折功，每每将大好光阴都虚度了。从此，我终日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便自觉与以前不同了。不再悠悠放任，就是一人独处暗室，也警惕着不敢动恶念，常恐得罪了天地鬼神，再有人记恨我诋毁我，自然能恬然容受。
第二年应礼部科考，想不到孔先生的算术真的开始不灵验了。他算我科考第三，我却考了第一名，而秋闱也考中了举人。云谷大师的话所言不虚啊，行善修德真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。仅过了一年就生了你，取名天启。父亲，这名字是表示天道昭显的意思吗？是啊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这是天道之正理啊。又过了三年，三千善行完成了，我又请星空法师在家里做回向。当年的9月13日，祈愿求中进士，许行善事10000条。到了丙戌年，进士及第。那时我已经是52岁了，朝廷授我为直隶保底知县。本县濒临宁河入海口。每年雨季海潮汹涌，宁河暴涨，河水入海无力，每每泛滥成灾。难道没有海堤阻拦吗？虽有沙堤，难以巩固，急浪来时沙堤一触即溃，无济于事啊。何不植树以加固沙堤呢？这知县大人以造林工程耗反，劳工伤财，难道水患成灾，朝廷开仓赈济就简便了吗？其实赈灾之事更为艰巨。组织徭役，直柳固沙，在本县任内一定要修缮海堤，疏浚河道。大人，此地连年欠收，收获不足活人之用，更何堪抵交赋税啊。粮税原来是每亩2分3厘7毫，从今天起就改为1分4厘6毫吧。谢大人，大人恩同再造啊！哎、谢大人，乡亲们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记下来，快记下来，栽上了，全栽上了，柳树全栽上了。好，明年就不会有崩地之忧了。太好了。且慢，你拿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今年冬天家里要添置棉衣、丝柜、棉件。我想卖些丝絮，多换些棉花，将多余的送给那些没有寒衣过冬的人。好，好啊！我这也是帮你多行善事啊。自从你当了县令，就不像在家乡时，或买房生命，或补路铺桥，人在衙门里哪有空闲行善修德呀？可我们发愿要行10000件善事，不知何时才能完成啊。
了凡先生，我看你面带愁容，不知有何憾事啊？尊神，下官袁了凡为求登第，发愿行善事一万件，可是公务繁忙，每日受累于暗毒之役而无暇行善，因而心中苦恼，不知如何是好啊。哈哈哈哈，了凡先生，你早已经完成了一万善行啊，宫门之中好修行啊，只减粮这一项就足以顶得万件善行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孔先生算我53岁那年将有大厄，我并没有为自己祈求长寿，可是那年我竟安然度过了，如今又过了16年书经有云，天难信，命弥长，又说唯命不于长，皆非诳语啊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凡是说祸福是自己求来的，乃圣贤之言教；若说祸福为天所命，乃是世人庸俗之论。你们的命运未知如何呀，但需记住了，即便命当荣显，也应常作落木响；即便时当顺利，也要常作福逆响；眼前足食要常作贫惧响；人相敬爱要常作恐惧响；家事望重常作卑下响；即使学问颇优，也要常作浅陋想。远思扬祖宗之德，近思盖父母之谦，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防己之邪。我们务必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。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进。天下聪明俊秀之人不少，之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，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啊。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，乃至精至碎至真至正之理，你们一定要认真体味，勤勉奉行，切勿虚度光阴，空过此生啊。父亲，还是先吃饭吧。嗯。慢点。嗯。天赐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哦，
他上午就去乡里找宗师大人讨考试卷子去了。安利考卷是取不出来的。他说有朋友和方官是相熟的，或许会托人誊抄出来也是有的，他能拿回来您就给他看看吧。他对我的责备还是有些不服啊。这孩子自己错了不知悔改，偏偏要想法子闻过是非。弟弟他年幼，处事总想证明自己正确，有这要强的心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情。不，道理不是这样讲的。哦，父亲，我把考卷誊抄回来了，请您老人家过目。先吃饭吧。父亲，看了您的批注，我现在知错了。错在哪里呀？父亲说的对，道德文章本于中和之气，我心浮气躁，非但不能素守坦诚，即使推论说理，又岂能真切呢？从今以后，我决意革除籍席，常思己之过错，不论人之短长，再也不怨天尤人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是最最难得的呀。大凡吉凶之兆，蒙乎心而动会四体，过于厚者常祸福，过于薄者常进祸。凡人俗眼多被障蔽，就会以为祸福无定，不可预测了。心地至诚，便能与天道相合。福之将至，观其善，必能先知之；祸之将至，观其不善，亦必能先知之。若要祸福远祸，且不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改过须发三种心：第一，要发耻心；第二，要发畏心；第三，还需发勇心。要常常这样想：古之圣贤和我们同为丈夫，他何以百事可施，我何以就一身瓦裂不得善终啊。淡然于庸俗的快乐，私底下做出种种不义的行径，还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浑浑噩噩，傲然无愧，那就日益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了。是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于此。孟子曰：耻之于人大也，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耳。这是改过的真正诀窍啊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，我们的过错虽然是在隐秘之处，但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献福，我们怎么可以不畏惧呢？就是在私事独居之地犯了过错，即使掩饰的严密，遮盖的巧妙，其实肝肺早露，终难自欺，一旦被人看破，一文不值矣。想想这些，怎么能够不常常生出畏惧之心、恭敬之心呢？尘世无常，肉身亦陨呐。只要一口气上不来，
这个身子就不属于你了，到那时你就是要改也没办法了。这样的话，在杨氏要承担千百年之恶名，虽有孝子贤孙也不能代为洗刷。在阴间呢，还要受千百劫沦落地狱的业报，就是圣贤佛菩萨也无法援手接引的。如此，怎能不让人心生敬畏呢？只要我们一系尚存，弥天罪过犹可悔改。古人常有这样的例子，一生作恶多端，而能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终于得以善终。所谓一念猛力，足以敌百年之恶呀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，则千年黑暗俱除。所以，过错不论久近，唯以能改为贵呀。人不能改过，多是由于因循退缩，我们应当愤然振作，不要迟疑，不烦等待。小的过错如芒刺在肉，速于决堤；大的过错如毒蛇啮指，速于斩除，切不可有丝毫凝滞。雷厉而风行，万物得以生发，这就是《易经》中风雷之所以为易的道理啊。羞耻、畏惧、勇猛，人能具备这三种心，就会有过必改，如春兵玉日，阿患不消啊。老先生啊，这鱼生来不就是给人吃的吗？岂止给人吃啊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事儿啊。各位，现在正值水族产卵的季节，现在捕捞会造成很大的杀业的。老先生啊，吾等以此为业，一岁之中打鱼何止千千万万啊，你总不能全买了去放生吧？打鱼你们是能手，但是你们可知道这鱼类也是有灵性的。听说过乌鱼母子的故事吗？这乌鱼在产下小鱼以后啊，会累得双目失明，这样他就无法去觅食了。小鱼们围绕在母鱼身边，恋恋不去，他们知道母鱼就要饿死了，于是就一条一条地游进他的嘴里。母鱼误以为是别的鱼类，就把它们吃掉。等母鱼恢复了元气，眼睛渐渐复明以后，她看到吃的竟是自己的孩子，就停止吞食，绝食而死。这世上鸟兽鱼虫人啊，凡血气之属都是有灵性的，既然都有灵性，那么养育之恩，生死之痛，我们与他们的体会并无两样啊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小牛救母的故事。
有一个屠夫要杀一头母牛。可等他去拿刀子的时候却找不到了，原来啊是小牛将刀子叼走了。小牛为了救自己的母亲，竟然将刀子吞到肚子里去了。屠夫被小牛所感动，就将母牛和小牛都养了起来，让其终老，从此再也不做屠夫的营生。我们以水族与牲畜同为世间生灵，同是做人儿女的，又为人父母啊。纵使不能修养德性，使他们尊敬我、亲近我，可又怎能天天杀害他们，使他们仇我、恨我于无穷无尽呢？想到这些，面对着满桌的鱼肉，我们又怎能忍心下咽呢？父亲，这些人一生打鱼为业，您今日说动了他们，可他们还是得活下去啊。人为求生，各择其业。这些渔夫若能就此改行转业，此改过与行善无异，功德无量啊。父亲，这改过可有速效之法？改过之法有从事上改的，从理上改的，从心上改的，功夫不同，效验也有所差别。比如前日杀生，今日不杀，前日嗔怒，今日不怒，就是从事改过的方法。这样能够强制于外，但要防止以后再犯却很困难，因为事相虽改，病根仍在，东灭西生终非彻底究竟之道啊。善改过者
未尽其刑，先明其理。如罪过在杀生，就想一想，上天好生，物皆练命，杀彼殃己，岂能自安呢？这些生灵先受屠戮，腹背肢解，再入汤祸，设身处地，种种痛苦真是彻入骨髓啊。况且保养自己一定要真高罗列吗？再好的美味一经吃过，我就什么也不留了，何必把我们的身体变成别的生灵的焚尸场呢？其实蔬食菜羹尽可充饥，何必枪杀其他生命，折损自己的福德呢？我们再说这发怒，应当这样想，人都有他的短处，对有短处的人，我们应该同情他，怜悯他。如果他不讲道理来冒犯我，那是他的过错，与我何干呢？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，也不会有怨恨别人的学问。行事不能如意，是因为自己的德性修得不够好，还不能感动别人。倘若有人对我无礼，我就要反省，是不是自己对他不够尊敬呢？能这样看待事情，那么毁谤来时，就能把它当成是对自己的磨练而欢然受赐，何怒之有啊？若能做到闻谤不怒，虽谗言熏天，不过是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；若闻谤而怒，虽巧心利变，终将是春蚕作茧，自取束缚。嗔怒之对于身心，有百害而无一益呀。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思之，此理既明，过将自止。改过最重要的是要从心而改，过有千端，唯心所造。我心不动，过从何生啊？求学之人，或好色，或好利，或好名，或好怒，种种过错不必逐类寻求，只要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，就如太阳当空，魍魉潜消。过从心改，这可是精微独到的真传啊。就像斩除毒树，直断其根最为简洁，何必枝枝砍伐，夜夜采摘呢？大抵改过的方法，以治心为最上，这样可以当下清净，邪念才动即已察觉，已经察觉邪恶即无。假如达不到这样的境界，可以即明理以遣除之，连明理也不能够达到，就必须随事以禁止。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这并不算失策，可要是一味只用下等功夫，反将上等功夫糊涂过去，那可是再笨拙不过的了。我们发愿改过，在明处要有良师益友的提醒，在暗处需有鬼神来做证明，这样经过一期二期乃至一月俩月，长此坚持，
必有笑靥。那时的感觉，或心旷神怡，或智慧顿开，或烦乱中突然顺畅，或与冤仇回嗔作喜，或是梦里吐出黑雾，或是梦见圣贤提携接引，种种祥瑞盛世，那都是消过减罪的吉兆啊。可是我们切不可以此自傲，断了自己进步的道路啊。春秋时魏国的徐伯玉，他在20岁时已经做到了知觉自己以前的错误而进行改正，到21岁时又反省到以前的改过还不彻底，至22岁回视21岁，唉，犹在梦中。就这样岁复一岁相继改正，行年50，由之49年的人生都还是有过错的。古代的贤人追求改过的学问，就是如此深下功夫的。吾辈身为凡流，过恶未及，可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，真是心粗而眼翳呀。过错深重，在人们身上也是会有反应的，或是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，或无事而常烦恼，或见君子而赧然沮丧，或闻政论反而不乐，或施惠于人反遭怨恨，更有甚者会夜梦颠倒，妄言失志，这些现象都是作孽之相啊。一旦有此征兆出现，急需警觉奋发，舍旧图新，切莫自误。红家的主人春天说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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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家的主人。